两官侦办废弃物清理法案件，查获土方清运业者勾结土资源业者、非法清运业者以及农地中介业者、地主等人上下串联，将工程所产生之弃土以工地直送农地之方式运送至本属辖区。经检察官接获情之后，指挥彰化县警察局方院分局以及动员环保署、环保局等各单位前后发动四次搜索，总计查获被告等164人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行使业务上更载、不实文书、妨碍自由、恐吓取财等罪，提起公诉。本件被告不法所得，经检察官申请查扣2亿3602万元。弃土面积经检察官开挖勘查之后，发现共计55处，面积约35公顷左右。整个弃土不实申报的面积，相当于6.5座大安森林公园。本署呼吁，废弃物清理法危害国家土地环境甚大，请民众共同来维护家园